云林县今年冬季的蔬菜大丰收，从今天开始到30号，在全省的连锁超商是打出大放送。一颗高丽菜呢，只要10块钱，总计有12万颗的高丽菜供应量，而当地的蔬菜总计是高达300吨，有很多的家庭主妇都趁机抢购。高丽菜10元，限量特价，高丽菜10元哦，数量有限，要买要快哦。云林县冬季蔬菜大丰收，在台北善导寺前超市大放送。我买3颗，快拿不动了，非常好，这个高丽菜很好。除了高丽菜，一颗10块钱，急球莴苣又肥又美，一颗也才12块。12块，便宜吗？便宜。这个卖场一颗多少钱？卖场大概要30几。这些从云林产地直接运来的蔬菜，预计有12万颗高丽菜，冬季的当令蔬菜总计高达300吨。那在之前台风的季节的话，有可能一颗已经到100多块。那是现在呢，因为非常盛产，而且呢，我想食用盛产的蔬菜都比较环保。高丽菜入菜可以做成东坡肉、高丽菜肉卷、炒培根，或者是高丽菜饭，都是冬季的美味。别忘了，现在也是萝卜的盛产季，一条萝卜10块钱。青花菜一颗只要14块，吃得便宜又健康，现在正是时候。